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全德报》，来自观鸟海，张小白。好帅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。哎，有吗？我们俩人，你一个，画的是你和谁呀、啊？和我女朋友。哦，俩都1.85米，你很正常。啊，还有没有送礼物的了？没有了。哦，南京朋友这么抠啊？现在听相声，那门口不是写着吗？听相声的规矩得送礼物，不送啊你们？真没有了，给个鸭血粉丝汤也行啊。这也没有啊，给鸭血粉丝汤，你自己不受伤吗？我还在说实话啊，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怎么开什么玩笑啊？这话你先是有吗？你别指我，哎，鸭血最近好像手法挺熟练呀、啊，灵活着呢。别老跟我开玩笑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行？咱俩都不是一个行业的人。刚才人家这是冲着我来的，人家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。好好看看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看出来也不敢说。说这怕什么的？你看看，我这借的大褂，你就看我，你现在就好比现在，哎，我没穿这身大褂，来，好好看。你没穿，我又都搂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办法啊，太耗费体力了啊！费力的，生活所迫。哎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。哎呀，都是卖艺的。行吧。什么叫行吧？啊，咱们都是卖艺的，都是卖艺的。但是你们呢是靠这个嘴挣钱，哦，我们是靠身体养家。那你要不强调一下你是卖艺的，我真的觉得啊，别老瞎想。现在法治社会，想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想啊。能卖什么？那谁知道你卖什么呀？卖鸭血粉丝汤呗。跟卖艺啊，没有开玩笑，咱俩这行业隔着是吧？隔着什么呀？就是隔着行，隔着山的了，给我闹什么呀？闹！你跟你闹了，你看你自己在那儿，不知道你要乐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你们说相声台上不就逗乐吗？看着你们相声演员，那是我们台上逗大家乐，不是台上自己乐。我也可以下去啊！下来呀、啊！咱这市场看到了吗？男女通吃。不是说你市场不市场的问题，现在我不拦着你，你敢下去吗？啊？就刚才就那个状态，你敢下去吗？得考虑考虑，得考虑考虑。这几年你们说相声，就是你们这些演员把观众带坏了。他有这样的指责，我们可承受不起啊。本来就是，那头两年我听相声那会儿，哎，观众要是跟演员闹啊。下来呀、啊，下来呀、啊！所以这个观众都这样啊。现在你看这观众，来呀、啊，先来玩儿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让你们给培养的，知道吧？我跟别的演员一块演出的时候，大家也都是下来呀、啊。不知道到你这儿怎么就下来玩儿、啊？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演员带的。因为啊，各位能看出来，咱们从事这个行业跟相声不一样，看出来。早就看出来了。哎，您说相声呢啊？怎么讲啊？怎么说？不能要那个长得特别好看的。哎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像我这样的，要是到你们说相声的团队里面，那都属于盛世美颜。咦，你听听这个夸奖的，绝世美人。咦。听听，旷世佳丽，有，差不多得了。
是您这这么些词儿，我就听懂一个美颜。为什么听懂这个？就是我学化学的美颜嘛 ，MG 二加。我告诉你。你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弟吧？对呀。提醒你师傅，提醒你师傅，别再祸害我们这个行业了。什么行业？啊？这师傅祸害你们什么行业？你师傅祸害的行业还少吗？你说完了以后，你这个底气现在不是很足呀？是吧？啊，我可以请假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他又祸害什么行业了？就让您这样的对他嗤之以鼻。我们这个行业，说清楚，到现在咱还没说，你还没说你是什么行业呢？你别老摸我行吗？怎么着？就从这个步骤就开始要收钱了？当然，你不卖艺的吗？我不知道你卖的什么艺，咱得什么艺都能卖，钱赚到位了，没有不能干的事儿。该麻烦对的就不能干，偷什么摸的也不行，偷什么摸的也不行。就是，我是一个合法公民，你甭跟我说那个法律，咱们懂法。法律咱们懂，那是懂是不懂？哎呀，懂，看心情懂，知道吗？别看心情懂，就得懂。知法懂法，不能犯法。你甭跟我扯这，我现在说你的事儿呢。什么叫甭跟你扯这个？我说的是国之大义。我一天到晚这道貌岸然的样子，啊！不要对我说的这个话产生什么怀疑。我就现在不是怀疑话，是怀疑你。我怎么了？从你嘴里说出来哪句话都觉得像放屁。你怎么老一句一句骂爹的呢？他老我他老。你骂出来，来来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来你骂出来。给你十分钟，你骂十分钟，我们解放。明天把园子封了得了。园子封了叫啥？啊？没听说。你老招他是不是？谁老招他呀？那为什么？他每次都是在你说完话以后，滚。是不是？那他每次都看的是你啊？那废话，他这个角度，怎么也得看着我。他往那边坐，他买这个票就亏，知道吗？啊，注意言行。说你自己呢，别说别人，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祸害这个行业，祸害那个行业，祸害哪个行业了？我怎么就祸害到你了？说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我，哎，你是不知道我干什么的？问你半天了，十分钟之前就在问你是干什么的，你倒是说呀，就这么抹不开面吗？这就说出来就这么丢人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长得太好看了，不适合干你们这个。嗯，咱俩呢又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呢？问你是干什么的？我说了半天了，我说长得太好看了，不是我干的。那你倒是说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咱俩这答非所问呢。那什么？问你是谁？其实我不是一个男的。你说就问你是谁？问你干什么？就说。打直，知道什么叫打直球吗？打直球，打直球懂吗？懂啊，打直球。说干什么的？干戏曲的。大家伙这个反应可能是表示不信。我是干戏曲工作者的。咦，对这个词儿，这个用的不太对。可以说干这个行业是这个工作者，但不能。我。你给我气糊涂了！我是干戏曲工作者的这个行业的。啊！我不知道你这个题能不能出现在高考这个语文这个啊？你这个语病太多了啊！你这每一句话都是错的，每一个字都是错的。那你应该行，明白了啊！戏曲工作者，对，你知道哇？知道猜出来了啊！对啊，就是干这行业的。就是这个行业的戏曲啊，你师傅就回我一个，你说的啊，啊，这个词儿我是这句话我是不会接茬的，就是跟知道我唱什么的吗？不知道，想，你知道的都有什么？你知道的这个戏曲这方面唱的都有什么？说出来无所谓，唱不语言怕什么的呀？你不是骗人不一天两天吗？我不是骗人一天两天，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戏曲都不感兴趣啊。
你说这些不敢信。我现在照你说这话，你说说就戏曲都是什么？就你这个样，我看着我就烦啊！你看我烦正常啊，你不认识我，因为我刚回国没几天呀、啊。不用，我一直在国外现眼。好，都在国外现眼。那您下一步准备到哪儿去丢人呢？子弟，哎呀，戏曲工作者您自己说，您是哪个戏曲哪个剧种？说出来我怕你知道。我怕你不知道，这刚才送礼物这跟我从国外追着我回来的。啊，你们欠钱的？欠钱干嘛呀？欠的多了，花的给你那东西，我就打给杀人偿命欠两万钱。你这是一个懂法的公民说的话，是吧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那怎么了？给你一部书法不行吗？这一个字，一个字写出来。书法写这干嘛呀？不行吗？不行，谁规定书法就非得写谁谁谁谁怎么样？那你怎么不刻身上把这几个字？我刻后边，我看得见吗？你再说了，我也没干这缺德事儿啊！你自己刻呀，你把那刀是吧？插在一地儿，你自己刻杀。你是从红山动物园来的吗？哦，我知道，你刚能上岸是不是？就别人打着你，就能划一木头，在这儿，是你不是？写那个人的时候，那个顿笔还得。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这饭盘吗？因为他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乐，你知道是什么？走了，你来。你看你带的是观众。没有我带的观众，我跟你说，我带的观众怎么不给我送礼物呢？就这传你带的观众呢，给你送礼物就写3000块钱，这不是一块从国外回来欠的两盘吗？啊，您就直接说，高腔听过吗？高腔听过吗？有所耳闻，哎，真有所耳闻啊！是，听说过。你们唱的最多的像京剧呀、评剧呀。帮的呀，啊，这多啊，是对吧？对对对，高腔现在基本上都没了，一调高腔。哎，南昆北弋，东柳西梆，您知道？您真知道？南昆什么意思？昆曲呀。北弋，一调高腔。东柳，柳子腔。西梆，梆子腔。那你看这像什么？就像鸭子本梆。真讨厌，你还真知道点啊。多少了解一点，还真知道一调高腔，没想到啊！是是是，可以，现在但是不好找了。对，老唱片什么现在都不好找了。哎，你要确实，你要京剧，您喜欢哪段？说哪个大家唱的啊？咱不说能把唱片找着，但是他的再传弟子最起码有，哎，有传人呐，对吧？对对。哎，当年人家跟说了，我师傅是怎么唱的？啊，那能给你唱一下？是是是，我们这好像也没有。哦，哎，我打小就学，并且失传了。我打小就学，人家看这孩子太优秀了，这高腔唱的太棒了，直接就送国外。我有一点点蒙圈。你蒙什么圈？你跟长得跟游泳圈似的。不是，我有点蒙圈，就是送到国外让您学习这个艺调高腔，在这儿学完了，学得好，去国外发展，哦，上那儿。宣传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。哦，去国外演出。我这么多年，我为了中国的传统艺术，我这半辈子撂那儿了。我现在是一身。哦，您这个半辈子好短暂。我一身。你一身什么呀？我在那儿演出这么多年，我落了一身的病，一身的伤，我才回来。你这一身病一身伤落得好开心呐！我落一身的病一身的伤，我痛并快乐。我没看出错，我就看出快乐了。你知道咱们国内，咱们这都是咱们千年文化古国。对呀、啊，唱一个吧，礼仪之邦，懂明白？跟礼仪之邦又有什么关系了？这就是咱能明白啊，对吧？有文化，有传承。你比如昆曲什么的，咱听不明白那个调、啊、听不明白那个词儿，咱一听知道这是昆曲，咱能明白。哦，那边的他们不懂，所以说在不懂你还能给他们唱明白了，伺候他们不容易。你懂吗？懂，落了一身的病。不好吃。
伺候，就是这个，他们听不明白，您着急啊，这急出一身的病，对，然后这个演出每天是工作强度很大啊，是闹了一身的伤啊，您看我这个解释，您觉得还过得去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，能哎，理解。所以说真的，就现在回来以后，嗯，反正我也收集很多资料。都是原来比如老师啊师哥呀、啊、反正在那边的，反正基本上现在他们能给我的一些资料我都带回国了。哦哟，不留在那边。哇、哦、啊，人真会这个玩意儿。对呀、啊、带回国，然后我现在都在家呢。我们家北京。哦，你家哪儿的？我也北京人。你不是南京人啊？我当然不是南京人。哦，那行了，那等回北京了啊，然后那个上家去。嗯，完咱们一块儿切磋切磋。上家一块儿听听这个，舞台上未必没准你能用得着。哎呦，啊，有用。不是，您会不会啊？就是。咦听咱这。就这种状态下还能发出这种高十八度的声音，高十八度的吗？比来九十三度的了。那是酒，好，你行吗？我差着我，比我就不专业了。没事没事，都是学习，小鬼，跟您学习。咦说相声啊！
你别站在这个台上，待会在这个台上再见到你，打死你！行，把你血放了，做鸦片粉丝刀。至少周二之前我让你看不见我。我信你，明天就不去。来吧，挑一个，挑一出戏。你挑，你外行，你挑。我外行，我挑。咱来一回啊！好，就这个。唱。我说了，你还没说呢。咱来一回《斗公训女》。斗公训女。对，全本叫。全德报好啊，斗公训女在里边有人物 啊，有人物好不好啊？对对对，你来谁？我来这个，这我会的不多啊，我就挑一个，我斗公吧。那我来谁？你来那个斗夫人。咱俩演什么？夫妻两口子。你是我的爷们。有。我演你的娘们。哎，那可咱落准了 啊，就台上二十多分钟啊。嗯。要是下个台你不许缠着我啊。下个台我走你远边儿去。咱这老门东好几个门，你走那边我走这边啊。换衣服你都不许瞧我啊。好像不瞧我瞧你。坏人呢，看我都坏人。嗯，那你然后还有人物吗？还有那个里边有一个家奴院工。家奴院工啊，老家院。我来吧。啊，您来。你省点事儿。好，我来这个。啊，没问题。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然后呢？然后咱布置一下这个。肯定要布置，因为咱们不是说相声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咱们往后搭一下桌子。哎，好好好，哎、你看他还真懂，哎、你看来，哎，使劲啊！哪搬空气呢？哎、我搬了，脱手了。我搬了，脱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哎，还差什么呀？还差。两把椅子，谢谢您。谢谢谢，一人一把，自己拿自己的。哦，你说这家里过日子，一般都老爷们干活，没有让女的干的。你还得让我这，我也得自己干一个呀。多新鲜呐！哦，行，你就自己带上来不就完了吗？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搬自己的，哎，自己坐什么椅子，自己搬上来就坐什么啊。跑这跟我找皮儿来似的，我坐着比你高啊，显得，对吧？我得让各位看出来这家里谁地位最高。就他，随便。就这意思吗？就这么着。哎啊，这么着，这个咱椅子也搬完了，桌子这也布置完了。嗯，咱们这个得跟您交代一下，没有这个行动啊，就这身。就穿着大褂上，就穿这一身。那我也不打扮了，啊、因为刚才我往那一站的时候，本来想拿着手绢包个头来着。啊！但是我刚才这手绢实在太味儿了，包头我怕今天晚上洗不出来了。现在本来每天这岁数，天天掉毛了，天天的，好不好？行啊，那这么着，行头咱也就这身了。啊，这个家伙点儿呢也没有。你什么都没有，搬回去吧，不唱了。哎呀，真是。拿嘴模仿啊！拿嘴模仿、啊，拿嘴模仿、啊，行，口技就是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我上场，您打家伙，您上场，我打家伙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这么着区分一下人物，你怎么区分一下？反正别在这儿。过去嘛，咱演的是过去，对不对？过去的戏啊，过气的戏啊，过气的戏，过气的戏啊，斗公训女吗？好好好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别这儿老夫人嘛，对不对？行，你这一点都不像老夫人，我这像老妈子。你老扫兴，人就这么着吧。啊，我上场，您打家伙啊，您可记住了，打家伙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冬秋
秋，冬秋。我夫子庙等着你。哎，好嘞。好了，看看十点关门，没给你关里头。关。不吃海带到那里边。不吃海带，我买冰糖葫芦回来。到这儿买冰糖葫芦，早就化了化一宿糖了，那不是？现在冰糖葫芦发明都新的了，底下是那往上吹冰气的那个，吹凉气然后能吃。你不知道啊？你唱不唱台？我刚问你唱不唱台？那你跟说冰糖葫芦的事干嘛呀？废话，打起来就都没完呢，一直打吗？有数的呀。有什么数啊？三棒半到台口。哦，三棒半到台口。对了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冬秋这威一棒啊，冬抬腿秋落腿、啊、三棒半到台口。哦，行，哎，明白了。你倒是秋啊！你倒落腿啊！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呀、啊？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？你快点行不行？好，哎，来，冬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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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台上卖什么萌啊你？谁卖萌啊？啊，有这么快吗？你不让我快点吗？同步。哦。同步。好，明白了。来。冬秋。冬。这什么意思？半棒。不爱听这事儿啊？不秋。啊。行、啊，绝对不努力。别再说了啊，犯法啊！哎，不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说什么了？你让我下去听观众。我说不行，我说你赶紧没事。我说这绝对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没事你就都亲了，不，你这个内心活动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让你跟我一块儿上来，哦，那不叫同场上吗？那就知道对不对？同场，来来来，冬秋，不秋，朝来长落秋火。不要管我了啊夫人啊老爷
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我哪知道呀？你规定标准，你问我干嘛？你是老爷们吗？你过日子吗？还你动我？女人可以打男人，男人不能打女人。还搞坏了？那家伙子，我起来，我身子沉，你打死他！怎么那么多戏呀、啊？废话，你怎么老打我呀？谁先打的谁呀、啊？你们问对象谁呀、啊？那在家女的打男对象怎么了？你一下不能打，不能挨呀？不能。就打。讨厌。我老说这，我问你，你回答我这个。回答什么呀？你说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非不知道。戏词儿怎么说？妾身不知道，你远离吧。哦，好嘞。阿夫人，阿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元知一报。天到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元子宝来？为何不见元子宝来？元子宝来，元子宝来，宝来，宝来，报，报啊，报，报，报，现在。玩意儿，你差这会儿啊你！你等他们走了，咱再报，干什么都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再累死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差这会儿、啊！你再把老爷给累死！你想让我报你干嘛呀？废话，不是让你报，你缺妈呀？谁缺妈呀？干嘛呀？缺妈？你缺奶奶？你干什么呀？废话，不是。院子，你不是来这院子吗？院子报事啊。那夫人怎么办呀？夫人先放这儿。哦，好嘞。我天，夫人就打夫人就放这儿了。阿、啊、夫人，阿、啊、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元子一报。天到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元子宝来？为何不见元子宝来？元子宝来，我来这个是吧？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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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跟不上你这个了。你再重新来一遍，报。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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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魔事没。没事，你跑这么一趟干嘛呀？啊，老爷息怒，老爷息怒。不要杀我，老爷！我这后背刻着杀人偿命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惊慌？您媳妇儿给您生了一个弟弟。后院可热闹了，热闹，什么热闹啊？没听说过，我们家太乱了。你就这玩意儿，谁就这玩意儿，你就这命，不是这词儿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。好，明白了，来开始吧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。是跟我媳妇儿是吗？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。我说怎么能给我生出个弟弟来呢？老爷就是这么回事，我拦不住老爷，我骑着马往军营上，与我家小姐，不可能，老爷，什么都不可能，与我家小姐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这不叫大事不好，惊慌也静得惊慌一点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和夫人后花园。哎呀！刚才我没敢跟你说实话，都跑了。就一个，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在你家当了这么多年的院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你头发都绿了，什么头发都绿了？就与我家小姐和园法人分别。别这么说话。
你不要给自己洗脑，事儿发生了就发生了，再找一个。闭嘴，说你的词儿，哪有这么些话，说我的词儿。好，提问老爷打死不慌，我是金国都跑了。石谷老爷与谁来的？小姐，我家小姐。啊，过一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砸来翻那边。你在怎么讲？哎呀，砸来翻那边啊，这哎呀，你有病啊你！你是王八成精是吧你？你要想当王八，刚才就当。你这会儿现什么原型啊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那怎么了？不，这我是你姥爷。我是你大爷。你跟谁装呢？我是你主子。我是你祖宗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处干嘛的？你吃着我的，你还喝我的呢？什么？不是。怎么没明白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不是，你是家族院工，对呀、啊，你是家院，对呀、啊，我是老爷，怎么老爷生气，你过去给老爷一下，还老还说老爷王八成精，是人吗？就这么打家院，你媳妇儿跟你家院还这么打老爷呢？还我那次想叫醒了你，怎么就叫醒了我吗？那应该怎么说？什么心理活动啊？你这心理活动就是你呀，你我一生气你得害怕。啊，有这么句话吗？你说，叫老爷发威，奴才撒睡，这撒不出来。没让你翻出来，不是，压根就没有这么回事。不是让你真，是真的。我知道，老爷发威，奴才看彩虹。看什么呀？你呀，得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。为什么我生气呢？你说，昨天晚上三更时候的事啊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这不耽误事吗？哦、老爷一生气，你这。这么说吧，你就是哆哆嗦嗦，颤颤巍巍，冲颤颤，哎呦，好，恨不得有个地缝就得钻进去。我明白这心理活动了，哎，哆哆嗦嗦，颤颤巍巍，只要你发火，我就哆嗦成一块了。对了，就不行了，吓得都。太对了啊，就这意思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老爷发威，奴才撒罪吗？对，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，就别活了。太对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意思。回头再来一遍吧，这准没毛病了。来了，来，跟着你走。我先是夫人。能分得还挺清楚。我这会儿还没跑呢。是是，夫人压根儿也没跑。夫人，你老先闭嘴吧。你老揍我，我不想过。安臣，东京，东京，东京，东。朝来堂母七永和，见人堂千里七龙。啊，夫人啊，老爷，夫人请坐呀、哎、老爷请坐呀。啊，夫人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我呢、妾身不知，但听园子已报。今到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报来？为何不见园子报来？报！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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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齐门老爷打死不好，何时金火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砸来翻那边。你再怎么讲？砸来翻那边啊！这哎呀，老爷发威了，尿是尿不出来了。哎呦喂、哎！我这找地缝儿呢。
说了一段斗中训语，哎，最近那个身体不佳，哎，说的好不好的，您各位多做自我批评，哎，都行。自我批评像话吗？哎呀，批评我我会不开心的。咱们多做自我批评，咱们就不能，我从来不批评自己，我都是鼓励自己，加油。啊，挺好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的。您说这个也对得起您各位的票钱。对，因为老门东这么多旅游的这些景点呢，您都不去啊，非选择今天上这儿上当来。上这儿来看演出，看演出来。所以说咱们得好好的努力。对，我们呀，我准在台上说那句话，对，其实啊，我们真是表面风光。对，啊，台底下其实我们。就真的不是您想的那么光鲜亮丽，是的，有的时候好小姑娘们还是追着给照相什么的，真觉得都不落忍，又毁人家的相机，浪费人家的内存，好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追着人家年轻人那，比如说咱们有很多这个艺人啊，就娱乐圈的那些艺人们，年轻的小孩，有一现在时代少年团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个呀？有，是吧？那小孩长得就确实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嗯，哎。我追不上了，我跑这儿追我们这个，是吧？追我们的成本低一些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关键那你真追不上，对吧？人家出去什么有个什么通告，人都最起码机场，机场离市区多远呀、啊？老门东离市区多近？那你关键你憋你还憋不着人那些明星呢，那可不，人都是那些小鲜肉们，人都 VIP 通告，是不是？你远远的你看一眼得了，就我们这个一会儿溜溜达达就从那儿出去了，就。那人都开着大阿尔法什么这那个的豪华厢车，一开门粉丝都在那儿照相，咚咚咚往那门里一跑，人家要那个镜头。是我们这都滴滴还得经济型的。对。我们这想堵我们很简单，就这几个门跑不了。穿个裤衩子就回家了，什么可追的？对不对呀、啊？咱唯一的快乐就是能站在台上逗各位开心。哎，这话。您各位开心了，下回再来南京，甭管是去北京还是哈尔滨，啊、还是长春，您能再买张票听相声，其实就是在养活我们。哎，就是给对我们的这个支持。对不对啊？你真说相机咔咔都多好，你那相机你也不给我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这是好多倒霉二手那个电器的人。哎，我有一个微信让我推给你们。那咱也不挣钱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得好好努力。是。咱们得对得起人家这么捧，虽然说还有好多朋友今天都是第一次旅游到这儿听一听相声，哎，有这样的，您是冲着我师傅来，哎，其次再看看我们这帮徒弟好不好的，您各位多多的担待。是，但是像我们来说啊，也有自己的烦心事情啊，也有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街坊邻居不理解我们这种，哎，保不齐对我们有些看法。那是啊，他不理解呀、啊，哎呦，天天说相声。白天有时候，您各位有时候咱都白天工作，晚上休息了，嗯，啊，六日还不上班，我们越到六日越忙。对呀、啊，平时没事白天不出来，我们都是晚上才出来呢。啊，你知道吗？大家这小伙子一批一批走，但有那么些人，能不让人误会吗？尤其我这样捯饬的，好家伙，跟托尼似的，好家伙。他今天确实带新来的。啊。到那儿，邻居大妈一看见我，那都说话方式都不太一样啊，怎么不一样？你看见别人家孩子白天都这样说，哟，小伙子啊，上班去了，嘿，你看看，干净利落，这工作挺好。嗯，完事儿了，到我这儿了，不是这么回事儿了。你这儿一看我，嘿，我认识你啊，托托，托托讲话，托托，托托。你给我注意点啊，小伙子，盯你好几天了，嗯、要点脸啊。没有，年纪轻轻的，别干了那个。大妈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人，嗯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是德云社说相声的，这就解释明白了，干什么的？说相声的，哎，还不如干大声的。演出到结束，我们明天再见。Thank you.